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坚仔赛马频道，我系波仔。嚟到三月第一次嘅赛事，去到田草赛场，十场一马用上 B 加二跑道。睇翻最近一次咧，一月二十七号大年初三嘅赛事咧，当日嘅上半场啦，美亚地前揈出去追嘅马咧都唔吃亏，压完地之后，咁啊大致亦都系公平，前领后上都有，东龙镇系后上啦，热血斗士啊都系后上啦。咁啊，仲有啲福日啊跟前，最后拍亦都系放头，咁所以咧都系比较公平啲嘅赛道啊。咁啊，再睇翻上季同期第二月廿四号嘅赛事啦。咁啊，当日咧嘅草地赛事啦，都系倾向公平，稍稍你呢个沿途走一二跌嘅马，直路咧揈出去追咧都唔吃亏嘅。咁啊，而睇翻咧上年二月廿四啦，以及大年初三，今年一月廿七咧，都几多热门马抬头。咁啊，以咧一月廿七号为例啦。當日咧，由全部頭馬都係十倍留下啦。咁啊，而咧大熱門當中，當日咧贏到七隻馬嘅喎。咁啊，以及上季都係咧熱門咧個勝出率都幾高。係咪 B 加二咧？因為之前有用過下 A。咁啊，出邊咧 C 啊 C 加三個，即係外邊路段咧，亦都唔踩得多。係咪形成又未至於話即係 A 踩過下咧？內欄唔算踩好多，唔會大利中檔外檔都唔吃虧，形成一個比較公平啲嘅跑道咧。我覺得是有咁嘅原因啦。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即刻嚟同大家分析各場賽事啦。咁啊先揾咗啲範圍馬出嚟先。咁啊頭場咧就跑四班一千米噶。咁啊呢一場馬裏邊咧睇完神課啊，或者咧佢啲試習表現咧，有幾匹馬嗰個近況都一般啲噶。咁啊例如咧冰雪出名啦、進優啦、股票傳奇啦、盛唐民心啦，咁啊以及咧中華精神咧都係試跑的表現都是一般，狀態未好夠啦。而咧首選方面咧揀咗新馬，因為呢一組咧搞嚟跑得多嘅舊馬咧，其實佢哋都有時會反覆，兼咧喺操練上面咧都曾經係有一啲嘅停過貨啊，有啲叫棘棘地啦。而五號嘅十二馬啦，咁啊踢波十二馬一係入一係唔入啦。咁呢只咧一係贏一係唔贏嘅啫。咁啊，如果咧呢個十二馬咧，睇翻試跑咧，佢型格係唔錯嘅，咁啊蘇慧賢馬房嘅啦呢一匹馬，咁啊近期咧啊啱啱都贏咗聰明導彈啦，會唔會嚟個繼日孖步咧？咁我覺得呢只都有機會喎，睇睇咧佢個大集表現先。好啦，咁啊鏡頭一轉咧，咁啊就去到最近二月十八號嘅泥地集啦，邊只係十二馬，而家尾四白白地衫藍帽紅袖，咁啊就安上咧就係何濟耀啦，佢頂帽咧都幾型噶。咁呢件衫咧，以往就係十二換套喎，咁都係咧一出有表現喎，係咪都係幾急進嘅馬主咧？咁啊呢一課嘅泥地集點解睇中段呢度咧？嗱，而家大約係尾五嘅十二馬咧，咁其實跟得都幾順暢嘅，跟住馬群嚟走啦。啊呢度咧彎位嘅時間咧，佢 check check 咁啊都喪失咗幾個馬位啦，都失咗少少步運。好啦，入到直路嘅時間咧，咁見到安上何濟耀咧。都試下 pick 翻只馬，啊睇下咁樣 check 完之後咧，上唔上翻嚟啦？一隻馬騎內都有啲表，即係有啲反應。咁啊喺前面有啲好甜產啊，明進之星啊，咁啊今次有出嘅無敵勇士啊，嗱咁你見到外檔上嚟嘅呢個十二馬咧，騎內都係追翻個主馬群。如果頭先唔係咁樣 check 一 check， 我相信咧呢課集嗰個名次啊，甚至乎嚇、可能會走得更加順。咁啊，似乎呢一隻嘅側身馬咧跟住馬群嚟走啊，而嗰、那個成熟程度都唔錯。哇！揀頭先嗰課集嚟睇咧，就係左我隔離嘅對手咧，名將之星好甜產無敵勇士，都係一啲咧季內有方係識跑係有個賽的水準嘅馬匹嚟嘅。咪頭先講過啦，主要嘅即係有個路程根據二話不説結關健康，佢哋有實質嘅賽績，但係佢早前都係曾經稍稍停過一課，咁所以咧就搏呢只嘅十二馬前邊啲咁長都多快馬，騎步老細好快啦。咁啊，另外咧名滿將來啦，呢啲咧都係快腳馬嚟嘅。如果前面咧多馬扯的話咧，可能對於佢咧會更加跟得順，咪希望咧一出即勝啦。另外三個二話不説，咁佢喺二月八號退出咗啦，因為健康旅遊啦，呢個嘅左前腿不良於行啦。咁我哋睇睇神操記錄裏邊咧，點樣可以即刻睇到佢有冇缺貨咧？嗱，咁啊喺黑色咗嗰幾日啦，咁啊星期六嗱二月八號佢退出咗啦，就寫到明啦。咁啊九號咧就星期日冇操練啦。其實咧就少少喺跟住之後嗰個禮拜裏邊咧，佢係放緩咗多少噶。咁啊，其後咧就出翻嚟大圈跳啦，跳翻
即係兩周四課啦。曼門咧，阿潘頓咧今朝早咧都有同佢再操練多課嘅。好啦，咁啊，帶大家睇翻咧就係年初三個賽事啦。咁啊，走喺中檔啊，紅眼罩黃衫啦，白帽咧就係二話不説。咁啊，其實咧佢都其實走咗入去內碟度咧，其實都叫做蝕咗些少嘅場地啦，因為近看台呢三隻啦，無敵勇士啊、恆星夢啊，以及咧開心人生咧，都係走近呢一個嘅觀眾席，而後面有一扎咧嗰啲黃袍必勝啊，都係冇乜走勢嘅馬咧，都湧咗上嚟。咁啊，似乎咧要不説上一次走中內檔咧，其實就應該係比較差啲嘅。咁啊，起碼咧都係叫季內識得贏過1000米直路嘅賽事啦。咁啊，仲有咧今次排14檔有權係賺翻啲咧嚇有利嘅場地噶。而老馬識途啦，結關健康咁。波仔之前都有講啲，即係始終直路賽多質新馬咧，好多時都貪新忘舊，點都要諗翻住啲舊馬咧。如果你買 Win Pay 對碰啊，又或者孖寶咧，始終都係即係補翻住呢啲舊馬啦。咁啊，而咧叫翻健康，其實今個就跑嘅場數唔多。佢早前咧喺12月頭啦，咁啊至到咧月尾嘅時間咧，都係差不多大半個月咧係冇即係放緩咗個操練嘅。所以咧，今次喺嗰個嘅休息期咧，叫做比較耐啲啦。而今季佢跑兩場嘅賽事咧，都係啲強組嚟喎，108啦。之前都講過梁先生啊，高耀智星好好學習，極速前進英之星咁啊，一路數到落去咧，大武士咧，咁啊都係有個表現嘅馬匹嚟嘅。而咧上一場啦，12月1日嘅賽事嚟噶啦。紅衫藍袖啦，都係走緊呢個嘅觀眾席呢個電選機嗰邊啊，都係稍稍差嘅。呢一組馬咧，亦都係強嘅。咁啊，韋小寶啊，跳出世界大紅包啦，咁啊，奮鬥同心啊，呢個嘅當家猴王啊，咁啊，其實全部都交到表現。其實如果今次呢個叫翻健康咧，落翻嚟四班咧，其實跑翻呢兩場嘅水準咧，我覺得絕對係有權揸一隻噶啦。只不過睇下嗰個嘅停缺啊，呢個停課咧影響幾多啦。但係咧，佢都係排外檔，所以我都要拖埋佢。另外，熱鬥車神。在那個的檔位上面可能會稍稍踢一踢它，上次呢末段呢就要好遲才攤得著的，看看呢熱身即是初出馬熱身完一場之後呢會不會有更即是沒那麼立油啦，散起了步頭啦。而另外一隻呢姚本輝馬房的極速奔馳啦，它呢試習呢都有些速度的，少少的驚睇會不會有些的熱鬥這個美滿將來啊，或者呢旗袍老闆頂下它啦。其實都主要是集中了近觀眾席這邊那幾匹馬去為主的，我估呢今次觀眾席那邊養草比較久可能會有這個的優勢啊。好啦，頭場的時間波仔揀到5號的12馬3號二話不說，1號叫翻健康和6號熱鬥車神，當然配腳你揀到這範圍11號極速奔馳都是有一定的狀態，看葉本輝會不會一同一對都出擊了。